对不对？毋庸置疑，也是变得都加名嘛，是正常的啦，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好，变成加名的味道。哇哦，哇哦 ！Oh God！ 空间几乎崩毁到不剩了，克服阴影，世界终结。哇，这是怎样？他们都冻结，怎么回事？找出麦拉，麦拉，哦哦哦，麦拉，哦麦拉，哦麦拉，哦麦，打不掉。嗯，哎哎哎，哎，我卡住了。哦麦拉，哦麦拉，哦麦，哦麦，嘿嘿，好玩呢、欸，好玩，可以这样子打吗？打了又打，打了又打，快结束了、哦，差不多。我觉得应该要结束了啦。这样打我好辛苦哦，然后又不给东西，何须那么辛苦呢？哎呦，我靠腰嘞！哇、哦！大难不死，必有后福。Where do you go? 啊！不要打我！那、我就是要打你，怎样？里面有东西，哇，有绿绿的，好多东西可以捡，太好了！我可以直接跳下去吗？看来是不行的，太多东西要捡了。哎、欸欸，怎么了？烟雾弥漫，谁在那边抽烟？就跟你说烟不要抽太多。你看，哇，通风有点有够不良的。我打电话报警了。我看到了，麦拉 ，Myra， 感觉不是哦，没事哎、欸。It's over.Let's get Lily and leave this place before we're stuck here forever. We can have our family back. 我们可以团圆了。他是不是听不进去我们所说的话、啊、？Please. 他是不是听不进去啊 ？You're still in there. 哇，他要伤害我。哇 ！Stop it! Damn it!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哎呀！啊 ！Myra， what's wrong？ 我想起不好的记忆。You gotta fight it. I can't. I have to protect Lily. 他要保护莉莉才会变这样子。Stefano can't hurt her. Neither can Theodore. They're dead.Good. 等。Sebastian, now, leave. No, I'm not leaving you and Lily in this place. 哎呦！哎呦呀！如果再大力一点，可能就全中剧了。好，我们这游戏就结束了，因为塞巴斯丁死了，差点摔死。Myra, shit.What is she trying to do? 这个游戏从头到尾自始至今都在追人，现在是追老婆，各种追，追不完，你追我跑，我追了，然后你又跑掉了，哦，然后你跑了，我又追了，耶、yeah, ，追来追去的游戏，哎呦。狙击枪子弹还真难得啊！这个子弹从来没有捡到，捡过超过十支的，居然这边居然会有两发送我的、啊。
啊，没有零件了，我在干嘛？绿色胶囊也不够吧？2200这里干嘛？怎么都不能做成存档而已啊！第15章了，要结束了。对对对对，丢你的心，对丢你的爱，对丢你的无公理。我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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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词了，我不会唱。装装装，原来狙击枪只能装三发子弹。我记得不是有地方哦，在这里，知道怎么过去啊？走这里吗？欸，那边要怎么过啊？这里吗？不行欸，难道要攻击汽油桶把它炸掉吗？欸，还真的呢齁，还真的呢齁，非常好，果然我真他妈机智啊。把它剪一剪，会有记录档吗？会有。先睡了，晚安。看来各位也累了，其实我也蛮累的，但是我要赶快把它破完，这样我才可以玩别的游戏。这边是和乐镇，和乐镇变成这副样子了。和乐镇变了，哎呦喂啊！哎呦，加名怪，感觉更难缠了，倒退三步，吓坏了。I gotta get rid of these things. Maybe then I can get to her.完了，知道怎么打、啊、？Hello， 酸哦！哎呦干！哦、八蕊，硬上时间，嗯嗯，我的手上有很多玻璃瓶哦，我劝你不要这样对我哦，哈哈，笑死，我劝你哦，啊干，我被掐了，我劝你哦，不要招惹我哦，我可以变出很多瓶子来哦，啊。妈的，我已经把我所有积蓄都丢在他身上了。我的瓶子剩几个啊？剩一瓶啊！啊，刚好这边在捡两瓶，干也太好笑了吧！话说塞巴一家子不得了哎、欸，老爸各种见神杀神，见鬼杀鬼，女儿超级核心支撑一个世界，老婆宰了最后的 BOSS， 变成了最终 BOSS， 也是啦，感觉蛮屌的。他进来是为了保护他女儿啊，所以才会出此下策，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又会渐渐被洗脑，没办法的事情。他用这种方式保护他女儿，也不全然是一件坏事啦，是不是？我有瓶子，嗯，再来，笑死了！哎呦，哎呦喂呀，哎呦喂呀，哎，超硬的，哎呦，打不死了，该死了吧？他喝饱饱的。I hope she hasn't gone far.
我们这边都剪完了吧？那个闪，这个应该可以剪了。闪电剑矢，好。啊，果然瓶子是这样用的，并不是拿来声东击西的，直接往人的往那怪的脸猫下去就对了。有多少有多要多少有多少啊？哎、欸，有东西，太棒了。这里吗？嗯，是哪里啊 ？Myra, stop! Stop! 他等下应该要召唤敌人出来哦。秘境探险，德瑞克，倒霉的冒险家，衰神。又来了。收集好像我们的瓶子。Oh shit! More of them? I'm not trying for this. Hello, 你好。不来。这一只就好打了，一只。Yeah， 这次打比较快。一代跟二代剧情是不同路线的啊，应该是说它跟一代的剧情跟二代的是。实质关联性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联，是在交代女儿后续的事情，女儿根本没死。欸，我怎么卡住了？老头表示我有瓶子，瓶子了不起啊！欸，原来这边都有油桶哦。那我刚刚打那么辛苦干嘛？直接用炸的不就好了？对不对？干嘛打那么辛苦嘞？干嘛打那么辛苦嘞？用炸的就好了。哦呦，这里有一个。好想睡了，快结束了。其实我也蛮累的啊。等一下这个破台之后，我还要继续捡，邪灵入侵嘞、欸。之后我要开始赶快上传了，把这个游戏全部上传完毕。There she is. 哦，哇，不是吧？我要拿那个当武器啊 ！Oh my god！ 啊，你 shit！ 这是他的弱点吗？我觉得我应该先补下血。啊！要怎么打才好打？没有用哎、欸，完全无用武之地啊！知道怎么打啊？哎干！要打那个很像蛋的东西吗？他的胯下。要死喽！攻击他的胯下吗？
用爆炸剑似乎比较好打一点啊。死了吧。呀、yeah, ，拜托，这是最后一个，我也希望啊，加一万呢、欸，好爽啊！我要没中，我要没有材料了，没有装备了，没有子弹了。嗯，哦，原来这边还有汽油，靠呗！如果真的打最难模式的话，这真的要靠地形呢、欸，不靠地形打真的打不过、啊，而且还要很熟知这个所有的。路径怎么躲？哦，要怎么躲都要想办法，不能直接硬 A 啊！无法硬 A， 电系三级法杖，该好笑啊！感觉就像是萨满一样。好了，我们来了。Myra， where are you going？ Myra， I won't let you hurt Lily。Hurt her？ 为什么他觉得我会伤害她 ？I love her。I love her。Your love can't protect her。Only I can do that。有的爱可以。I told you to leave。现在在争监护权，我知道。哦、我为他比中指哎。哇！炸！业力引爆！哇哇哇哇哇哇！我靠，太屌了吧！我总觉得这个画面很像什么，你知道吗？《秘境探险》第二代的时候，那个火车铁轨那个画面很像火车铁轨那里。哎呀！啊！喉咙好干哦，完了，我的水喝完了。有事慢慢说啊，老婆。夫妻吵架未免也太大了，真的，这夫妻吵架，这个吵很凶，吵到世界都支离破碎了。现在塞巴斯蒂应该觉得他很衰，怎么会有这种老婆？你看他把世界毁了，这个老婆法力无边，有没有？为了监护权大打出手，不惜把整个所有世界毁灭这一旦，有没有？太凶了，太凶了！不过哪一天一个暴怒，哦，一个暴怒就把那个地球整个毁掉也说不定。老婆大人太强了，哎，福之子安安。全面崩毁！哇，这个雪地做的好漂亮啊！想办法回家，我可以搭捷运吗？想办法回家，好哦。可是我不想用跑的，我可以叫 Uber 吗？还是说这边有那个哦，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叫什么？我突然忘记那个叫什么，脚踏车的，可以跳下去吗？这边怎么会有微弱的讯号是怎样？这边。Monitoring it as closely. It's now or never.
最佳时机。哇！可怜的女孩满足她的自私自利。讲得好正义哈，结果进来根本就只是想占有吧，死得应得，罪有应得啊，最该死的。没钱回家怎么办？我现在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半夜就是怎么跟人家开 party， 然后就喝醉宿醉，你知道吗？在外面睡了一天，醒来之后身上的东西都被扒光了，然后没有钱，不知道该怎么回家。我现在是面临这个窘境，你知道吗？我现在手上只有这台烂破烂的东西，哦，破烂的 GPS 导航，想办法让我用走的回去。表示难过。一旦你成为核心，你就会。他们也只会不断追捕莉莉。找塞巴斯丁。这基曼呢？所以说他真的打算成为核心呢。麦拉要成为核心，然后把莉莉给抛弃，不是把莉莉给送回到我身边。可是他又为什么说他要保护莉莉，不让莉莉让我带走呢？当初是要我带走他，现在又不让我带走，是怎么回事？萝莉神父控，结婚是坟墓，没有错。在哪里？这边。我背叛了。我他就把他杀了吗？When this place started to fall apart，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崩坏的。安安安你好，后悔了，觉得老公比较好。哎、欸，我们居然到办公室嘞、欸！啊，我们现在只拿到两样东西，哇，大补大补，补好补满，好好笑、哦，他这边衔接成这个样子，我的办公室在这里。然后，哎、欸，对那个问号吧，那个到底有没有成功的逃出去，我们不知道。然后这个是那个杀人魔，然后这个是那个白痴神父，然后都死光了，非常好。剩我一个人了，剩我一个人。哎、欸，猫咪结果也在，猫咪也在这里睡觉啊！哎呀，阿喵，今天卖了几个阿嬷？啊，你卖了几个阿嬷？我要把阿嬷卖掉。卖了几个阿嬷？讲清楚哦。315。我们手枪现在是最强火力的嘛？好，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了，我们可以提升射速。好，就这样吧，全部都提升子弹。哟，用小枪玩就好了，是不是？哦，有我15000哦，换一下三连发。猫咪在冬眠，阿嬷跪桑桑。最后会不会其实是正太控神父，所以是儿子不是女儿？怎么可能？这证明了一件事情，他们是萝莉控，整个世界都是。没有，他们会要萝莉，其实他们会要这个女儿的原因就是
他能主宰，好不好？好，你们太认真的去解读这个了。他们并不是萝莉控。But you can't avoid fighting forever. Maybe you should think about adding some combat skills. 一万五可以做什么？生命最高上限吗？抵挡一次伤害。好的，这样可以让我活久一点。提升你的疼痛阀值，即使遭受原本足以杀死的伤害，你仍可以存活下去。好的，反正都要打 BOSS 了嘛，把这个升一升也好啦。能刺我刺人那个免我一死啊！喵喵，原来是最安全的，对啊。What do you think? Rosalie, hide. I'll find you. I promise.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Myra? I'm protecting my daughter. You fool! The power she commands, you don't understand. No.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I'll do to keep her safe. Damn you, Myra! 叫屁哦！啊！ I'll find you. You did it, Myra. 哎，我残留记忆收集完了，哎，我这么强啊！ Putting her in danger. 哇，我居然收集完所有的那个了，残影了，好爽啊！咖啡被嘉明淹没了，没办法喝了，喝了都是嘉明的味道。会发片吗？会啊，到时候会剪一剪，把它剪完。看我来一支好了、啊。我来了。Is it you? It's you? Whoa. Wow. Sebastian. 老婆，我们回家。No, 别靠近我。Why are you fighting me, Myra? You. 因为你不够勇。Don't understand.我会懂的。This is our new home. 这是我们的新家。Lily will be safe here, happy, happy, free from fear, free from pain. 但这不是现实啊！No, Myra. This isn't real. 这不是真的。Pain is part of real life. 我明明就很大。If she stays in here, she won't live a life free from fear, because she won't be living a life at all. 就不算活着。You don't understand the things they did to her. I can protect her. 夫妻吵架要打起来了。No, please let me take her out of here. Let's do it together. 一起离开。We can be a family again.我 No, I won't let anyone take her from me. Whoa. No. Please, Myra. We still have time. We can leave. I am not gonna leave Lily here. 打起来了。旁观的人不要插手，这是我们夫妻间的事情。别插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Anyone who tries must die. Do this. Do that. 打起来。哎呦！哇，真的对他开枪了。哎呀，眼睛好多颗，好恶心哦！哎呦，干，这不是我老婆，我老婆怎么是E大师？啊！你居然让我毁容了！你不知道女人的脸是多尊贵的吗？啊，我们真的终于把老婆激怒了，我看我再也不用活了。
生气的老婆。原来这是老婆真正生气的样子，干也太恐怖了吧！我要跟你离婚，干要挟我。